华六二三月过年特刊独家给你年菜吃到饱，一网打尽白一鸣、黄鸿炫、黄镇杰、田雅霍四位鲜肉首次登上华流杂志，让你四个愿望一次满足。你今天特别弄了一个卷发。对啊，我很常用卷发啊。他今天特别，今天卷的比较不一样吗？就这样卷成一点的，会卷这样卷。第一次拍华流吗？对。紧张吗？还好，因为之前也是有拍过其他，就是拍其他。可你本来有在看华流吗？有时候会看到。你有想过你会登上华流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想过。真的没有想过吧？对啊，其实没有想过，能接触到这么大一个是我们的荣幸，算是人生巅峰了啦。对，算巅峰了。准备要走下坡了。准备。拍完之后就要走下坡。不能用走的，肯定要用滚的。滚下坡，比较快，好不好？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滚上去。一定有，一定有。要拍华流紧张吗？对，一点都不紧张。不愧是有见过大世面。虽然每个人怀抱着不一样的心情，带心机的他们为了比出帅气的胜负，可都是带了各自的小法宝。会冷是不是？超冷。冷。你本来就怕冷吗？还是今天特别冷？因为刚车上有小睡着了。刚睡醒。你现在在外面有没有觉得如释重负？啊？你现在就觉得没你的事了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就很轻松啊。还会冷吗？还是很冷。你已经披了这么大的外套了，还会冷？我没有，我平常很不怕冷，就平常像这种天，我应该就是一件衣服，然后一件薄外套。你是不是真的感冒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是我刚过来的路上有睡着，然后。就失温了。另一头的黄镇杰则是穿上可爱的吊带裤，誓言要用复古的 pose 杀光华流的所有底片。那你有想好摆一些复古的 pose 干嘛？复古吗？要怎么摆才复古？就是那个刘德华吗？这个啊，是最复古啊，对。应该不紧张吧？老江湖了。没有老江湖，流行者。太会了吧？没有，就是多看多学。平常我在家练习。你会不会平常走路的时候就突然摆个 pose？ 就是走路走到一半，镜子都会多站一下这样。有别于前两位的老神在，黄鸿炫看起来超紧张的。因为较少拍杂志的他，决定先来跟黄镇杰拜师学艺。我知道为了训练你，等一下你在外面，他拍什么就跟着拍什么。好、啊，我们拍一小段。可是他有那个，他有道具，像柱子啊什么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你就可以假装有个柱子。哎，你学的其实蛮像的，你会学别人的时候比较帅，表现出来，蛮好笑的。脚不对了。你觉得模仿郑杰拍照完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哎？其实还蛮简单的。既然练习完毕，那就准备登场啦。俗话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，看看这黄鸿炫第一次露出的额头果然挺光的。你在干嘛？是因为这发型我不习惯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大概可是长真的蛮帅的。好几年没有露额头。那都露什么头？就是顺顺的，我几乎都不太抓，所以现在不习惯，所以我才一直看。会不会很怪？不会，其实蛮好看的。今天是他第一次露额头。对啊。你自己说这样是不是比较帅？而且蛮好看的。真的吗？比盖子好。因为一般人都盖着啊。一般人。对啊。一般人。你现在就不是一般人。以后就把它全部撩起来。你现在是一般人露额头后。真的吗？那你知道吗？收我耶！阳光量太多了。
欸，穿这么可爱的衣服，表情会变成可爱吗？你最可爱的表情是哪一种？这样 OK 吗？最后压轴登场的白一鸣，华流杂志特别为他规格升级，支开所有人来到二楼的商务舱拍摄。我们特别把全部人都支开，为了给你高级的待遇。有感受到华流对你的爱吗？这边好像风更大。巨星等级耶。风大。不是，是因为你规格比较高。还有一个可能啦，还是你脸部的缺陷比较多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说你动很多，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果然就是压轴。白一鸣准备了杀气的眼神，化身皮卡丘，要用招牌的十万伏特电死所有观众。好，拜拜。嗨，要。哎，我们现在很怕你耶。很好。说真的，终于是成长了。有，要不你来，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相信有没有？是不是有神？不是，因为你平常是可爱的，没想到摆得出这种很杀气的表情。来，拜拜。哎呦，那我就喜欢你。害怕了吧？哎，那如果你妈叫你吃饭，你也会用这种很杀气的表情吗？我们来试一试。我妈叫我吃饭。对对对。来来，低头低头，拜拜，妈妈叫你吃饭喽。没有啦，吃饭了啦。不要太凶了，不好吃。好。女朋友叫你哈，女朋友叫你。拜拜，我们去约会。怎么变得这样？就在白一鸣拍得正起劲的同时，幕后小组捕捉了早早收工的黄镇杰，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干什么呢？你在干嘛？在等他吗？你在帮他顾东西。对啊。你像一个小喽啰。我被丢下来了。上面是巨星白一鸣在拍照哎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没办法，他人气比我高。你有好好顾这些东西吗？当然有啊，对啊，刚刚踹了几下。这些都没被偷。没有被偷，只是乱了点而已。好，不知道哪有认识的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贴心的份上，多给你一点镜头，让你唱首歌来听听。希望是有加分作用啦。我感冒呢。你也感冒吗？我重感冒啊。那会比较容易破音吗？可能哦。好，那试个两句好了啦。你这样子好坏啊。真的假的？这样，你先酝酿一下。好，好了吗？对啊，好了是。好，准备了。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。不是副歌啦，没唱副歌。这副歌是什么？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迷人的无可救药。我每天睡不着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。飞吻，我永远爱你到老。重感冒的郑杰在演唱过程中有点小小兔贼，但他为了玩鱼的观众可是没在怕的。网络小鲜肉群首次登上华流杂志，个个拿出浑身解数，就是要电翻粉丝。喜爱他们的朋友，别忘了存一点点红包钱，入手一本华流特刊，过个猴新年。完全娱乐官少文独家报道。